建筑，去建筑长这样也是要死吧。今天我不是想照吗？今天怎么有这么平呢、啊？还是这么平才是问题啊？没有，所以当头是一个往上之后，再往下，它就往上啊。坏掉了，坏掉了。还讲个麦克风，太帅了吧？看起来是真的问题。是是。啊，你这个是病出的针吗？还是一样啊？一样。只是的。他刚刚那根针发生什么事？他弯掉了吧？哇，他断掉了。他是头变钝，可能要磨针吧。所以会要磨针吗？你要拿？蛮尖的。你要拿那个石头砧板去磨它，这样。你要磨针？你要磨成绣花针。可以拿磨刀石来磨。而且还是弯的，那看起来很尖呢、啊，在哪里？在个板板上。所以看起来很尖，只是弯掉了。这是什么材质啊？好问题。有没有超硬的针跟超软的针？那钻石哦。钻石针哦。不要针啊。钻石磨成针是什么鬼？哇塞，这超帅，还是有点松哎、欸。我们调到八。对啊，太油了，还是飘起来。超帅、欸！啊，93 9C 是9C。手机声一趴，好重点。你要吃我的虾趴是不是？可以。我都忘了他要没电，啪嗒。你看。嗯。这是哪个？这个。没有酒啊，这个是刚刚新电图。我还以为你这个，然后变金手变金，我就说哈哈。这也太虾趴。哦、它不是直的，那就是技术的问题。就缝出直线是还蛮难的。对啊。你要那块板板吗？不用啊，为什么要那块板板？就可以缝成直线吗？比较不会滑掉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没差，我只是玩玩。可以走。换七 C 好了。那如果不动它，是不是就会变直线了？它在割血。
笑下去。喝醉酒，吓人。对对。这个跟刚刚的酒好像没有差太多呢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七啊，七它其那个左右差的比较少，但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差多少。我觉得这种我看起来也差不多。可能是你没有用手的问题。有啊，七啊，那再来一次，什么鬼？这是。还有一个什么胶带可以这样贴着？贴着干嘛？就让它不会一直乱跑。对啊，看起来没有差太多。有吧？它比较窄一点。微差。一点点，你知道差多少啦？它这图差很多耶，这至少是三倍、两倍、一倍、一二三耶。他怕你看不懂啊，不然他三个要画一样的。这完全差那么。对啊，这个最小的这太大了，这个已经是二了。是用七跟九。对，我用七跟九啊，对啊。看着七太宽了。五。那看来都玩完了。下班了。四是什么鬼啊？玩四，四 A 跟四，这么快？这个超快。哇！噔噔噔！是什么起飞的东西？这个是一二。起飞。那我用 C 是会起飞三次啊。起飞三次。对啊。怎么那么慢？这超慢的。
这又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哇！水电图。这就是四三啊，看起来有点紧。就密。就这个、啊。他那个不一样啊，就是不一样。这个小的比较多。那个有小，这个是平的，这是平跟凸，平跟凸，那是小凸跟大凸。这条线是出了什么意外？这个线头也太多了吧！剪掉。哇，什么酷东东？超帅耶！那是更厉害的缝纫机，会有200种不同的编织方式吗？你就可以买电脑的，就它就会有荧幕。啊，这么酷！哇，太帅了吧！魔法师哎、欸，可以买10万块的缝纫机啊，它就有。那你就可以有小熊维尼的图案在上面了。它还可以帮你刺绣吧？啊？这么酷！太帅了吧！不魔法师，你要把你的内裤三个洞缝起来。魔法师，他就变一块抹布哎、欸，他就真的变一块抹布哎、欸，太赞了吧！双层抹布，太赞了。